这有叶子，这有叶子，你看每一个是有节奏有变化的。我们把这块加一个小叶子，哎，看它的变化啊。哦，它下在旁边再加个一，能画直线不？能。哎，好了，你看我也是画一笔得怎么的？看，哎，看一眼，看这线条的节奏变化。我叫王小野，我是龙潭区金竹学校一名在乡村支教八年的美术老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钢窑镇大屯村小，我每一周呢都会到村小来教孩子们上一天的美术课。近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王小野在学校操场的树荫下为孩子们开辟了一处沉浸式体验的美术天地。在玉米地，在河流旁，大自然中的任何美丽景象都会给孩子们带来不同于在教室里作画的体验。近八年来，46岁的王小野主动为附近的村小送去美术课，他给自己的美术课堂起名山里红，这是北方特有的一种水果，颜色鲜艳且生命力顽强。我是在大山里长大的孩子，我在12岁之前没有走出过大山，但是我在乡村的这十几年是最快乐的，我有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那我来到村小支教以后，我就想给孩子们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让他们都做最好的自己。课堂上的这几名四年级学生就是这所村小的所有在校生。王小野来这里支教后，孩子们第一次接触到美术课。孩子们知道了院子里的黄瓜、西红柿、田野上的稻穗、蜻蜓、巍峨的远山都是可以进行艺术创作的对象。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支教这些年，王小野让大量村小学生触碰到了艺术的世界。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参与我山里红美术课堂的全国各地的有17个省、60多个县、2000多个班级、30多万的孩子。那通过网络直播也让我链接到了全国各地的乡村孩子们，也让他们感觉到了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十年前，王小野便策划支教事宜，他希望带城里的孩子去亲吻泥土，带村里的孩子去城市开拓眼界。王小野加强农村娃美术教育的举动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学生们的画作和手工艺品通过公益平台卖了出去，这些钱变成了孩子们的书包、画笔和画布。因为销路一直很好，孩子们还主动将盈余捐给其他村小的孩子。王小野将学生们的作品整理成书，受到了国外大学的关注。通过自己的画笔，把自己的家乡画得越来越美，也变得越来越美。我们把整个村屯的每一个小角落都画遍了。我把孩子们作品整理出一个画册，是中英文版的。目前呢，在俄罗斯反响非常棒。那未来呢，我就想用艺术向世界讲好乡村娃娃的故事。